我叫张敏浩，来自哈尔滨。没错，这是我的舞台。2012年，我第一次参加 T 台比赛，就拿了冠军。第一次试镜的时候就被导演选中演了一个小和尚，当时那个玻璃造型真的挑战了我的极限。我第一次参加舞蹈比赛就有不足5-6天的时间，最后我拿了冠军。中国新生代也是我的第一次。好厉害啊，什么都会。这个空缺属于中国新生代，中国新生代，我来了。